肚子好饿哦。你要不要吃乖乖啊？我们今天是不是一整天只吃一顿饭？小美吃了什么？面。吃什么面？面。我有Hugh点汤。吃玉米棒。我刚刚有吃了。那你还说你今天一整天只吃一顿面？这是正餐，这个是小点心，这不一样。而且我们好像吃蛮多小点心，我们不是还有吃巧克力坚果吗？哦，我肚子好饿。我们不是除了吃巧克力坚果以外，还有吃那个是什么？然后用脑摄取葡萄糖。你明明就吃一堆饼干了，你还跟我说你没有？它不见了。我现在想，你刚在工作的时候好像一直在吃饼干呢。画了几张图，是几张？你还吃了巧克力？哦，你不要告诉大家，我肚子是空的。还这边说你只吃一顿饭，那个又不叫饭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先跟这四个打招呼。四个是，第一个是齐恩，齐恩，然后馒头少女，然后和派大星，还有安安啊。三个元水加一个瓜是派啊，那不是派吗？瓜太星，瓜太星。好，我们先确认一下麦克风嘛。来，一号请说话。有声音吗？有，一号有声音。有声音吗？有。好啊，好，那二号请说话。Hello， 馒头少女。Hello， 听到吗？有听到，哎，声音都蛮清楚的。啊，三号派大星，请说话。瓜太星。哦，瓜太星。Hello。瓜，等一下，你到底叫派大星还是瓜太星？他叫太星，顾太星。好了。你看那个三号派大星呢，他的派其实是孤，然后大其实是太，孤太星。有人说好派，然后故意打的好孤。孤哎、欸，有我先秀完。四号请说话，听得到吗？听得到，可以。小米，你要跟观众玩吗？好啊，那我来念题目哈。可是你只会念题目啊？啊，我不会互动，哦、我会宕机耶。好哦，好，开始念题目了。海龟汤是一个悬疑的推理游戏，出题者负责说明故事开头及结局，再由玩家来提问，来推敲出完整的故事内容。出题者只能回答是、不是、无关。也可以依据问题的相关性给予提示。游戏开始。小明是一个非常崇拜父亲的小男孩。有一天，小明将妈妈杀死了，并对爸爸说了一句话，爸爸就自杀了。为什么？他是不是说去死一死？他说爸爸是他爸爸的工作是不是要杀人？不是，爸爸工作不是要杀人。你们可以往爸爸工作那边先猜。他爸爸是警察吗？不是，爸爸不是警察。是不是消防员？不是，可以继续往他的职业方面猜。哦，小美越来越会出题了哦。他爸是牛郎吗？哈喽。不是。小丑吗？小丑接近。接近。演员。是表演的一个人物。对，是一个他爸爸是一个表演的人物。是不是艺人？不是。他不是艺人，不是艺人，歌手吗？也不是歌手，但他是表演，没错。哦，魔术，对，没错，猜对了。他爸爸是表演魔术、他爸爸是个魔术师啦。好，继续。就是小明很崇拜他爸爸是魔术师，对。他是拿那个切身体那个，然后就把他妈妈切掉了吗？啊，切成，对，他把他妈妈切掉，请问是切哪里啊？不要乱切。小明很崇拜他爸爸是魔术师，他爸爸表演的魔术是不是都是那个人体分割术？对，他是把他妈妈切开，然后他跟他爸爸说：“爸爸，我要怎么把妈妈拼回去？”他为什么会把他切开？因为他怎么样？他妈妈骂他。就是他是不是其实是想那个人体分割术，没有想过会杀掉妈妈，然后就这样杀了他？是，是没错。因为他一定是尝试了嘛，对不对？他尝试过了，就是我要把妈妈，我把妈妈变不见。不是啦，你才是出题者，你跟他。对，他尝试要把妈妈做那个切割的表演。对，然后他发现自己没办法，没办法变回去。对，没有错。所以他爸爸之后回来之后，他跟爸爸说了什么？我妈妈变俄罗斯娃娃了。我妈妈变俄罗斯娃娃了。这现在是不是答案是已经公布出来了？然后说他爸爸自杀原因是什么？爸爸太自责，然后自杀了。
对，哎、欸，可是他爸爸如果是很厉害魔术师，是不是可以把妈妈变回去？没有魔术师就不会，他不是魔法师，有点难吧？他是魔术师，不是魔法师。魔幻舞台，不要再魔幻舞台了。你是魔术师，你应该跟你儿子讲说，魔术都是假的。他从单亲变成，他从单亲变孤儿。哦，好可怜哦。啊，小美公布答案，答案是小明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魔术师。经常表演用刀切开人体又没事般的接回去的魔术，小明非常崇拜自己的爸爸，希望可以教他怎么变，但是爸爸每次都拒绝小明。有一次小明趁着爸爸出门表演时，对着熟睡的妈妈表演了这项魔术，但是小明根本就不懂得如何表演，就把妈妈变成两半后，发现自己根本就变不回来。等到爸爸回家后，小明就跟爸爸说请爸爸把妈妈变回来，爸爸看到眼前的情景绝望的自杀了，所以他儿子把自己变成了孤儿魔术。可是他看见血不会害怕吗？他觉得那是 magic 议题 ，magic 议题。好，那这就是一整个完整的故事。完了，孤儿魔术师。人这是题目吗？这一次的题目叫做孤儿魔术师啊！我们爆雷了，孤孤用孤太些孤。好了，烦嘞。你是不是肚子很饿？小美今天只吃了一餐，可是你吃了很多巧克力。对，你吃了很多饼干和巧克力。吃颗馒头吧，馒头很饱的。好哦。现在麦当米要睡觉了。哦、uh-huh, ，好，那就谢谢大家陪我们海龟汤。谢谢大家。你点那个排麦现在里面还有50个人呢。你看。那补足哎，壁虎哎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们等下让壁虎上麦好不好？我让壁虎出来笑一下，而且壁虎还把头贴换成我画那个头贴。Hello， 哦，壁虎上来了。哦，壁虎你好用心哦，你还换了一个我帮你画的那个笑脸。哦，对啊，我画的形象有没有和你很接近？有，超像哎，那个脸很像。好、哦，好、哦。好了，那米娅，米娅，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，就谢谢大家今天陪我们海龟汤。那米娅，我就先关掉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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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什么好？哦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去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可以按一下喜欢。如果想要跟我们一起玩海龟汤的，也可以去下载米娅。大家晚安，麦眠，麦眠啊，大家麦德眠，麦德眠，麦德眠。好了，好，快点。好不要，快点干破！好了，等一下，好了，耶、yeah ！一哦，咻！哦，好了，成功了！好了，快点！先不要顾什么担架，直接把它甩过去就好了。好，快点，快！快，我时间不够了，快走开！不要再拉什么担架了，直接把人抬上去就好了。啊，快点，快点，再去救人！我可以把它当 GTA 开门吗？啊，他在撞我！啊！我来救你了！太危险了，这里这个马路真的太危险了，我来救你了。我不，我嗝屁了。哎呦！